最开始从哪块？最开始从这块哈，从这儿出来。对，当时出来有多大的面积？就这个出来这个地方它没有变，一直还是这样，但是边上我看又有了，然后我才去检查的，结果就是的。哦，你先去看了，当时是看的哪个医院？就是结果看完了，他说不是。那他给你说的是什么？他说没事儿，然后说回家观察，然后我观察，我过了也就不到一个月，我发现边上又长了，我又到吴中的医院去检查了，然后结果人家说就是白癜风，然后就给我开的那个卡利司安定，然后还打的那个针，后面就感觉扩散的越来越多了，然后我又去附院看了。就是你现在附属医院看，人家说是你这个不是白癜风，不要紧，对，你观察，结果观察就越来越多了，面积扩大了，对，然后后背也长了，嗯，对，刚开始左下胸，等于说你在附属医院的话就是误诊了，对，就没有说是你什么病，让你光观察，结果就发展了。